作者程九，后期鬼不语。第483集，银楼排名前三的杀手分别是状元红、绝代佳人和六指银楼。自从银楼创办后，六指银楼几乎不接任务，出任务最多的是银楼十八学士，其次是状元红，而能见到绝代佳人的人几乎没有。但这一次银楼不仅派出了状元红，还把绝代佳人派了出来。银楼前三的杀手出动了两人，可见银楼对这次任务的重视程度。只是状元红的目标是楚浩，绝代佳人的目标却不是他，而是当今圣上。在楚家人与状元红纠缠不休时，绝代佳人已潜入宫中，伺机刺杀当今皇上，而他也没有坠了他银楼前三杀手的威名。虽说没有杀死皇上，却在重重保护下将皇上刺伤了。皇上受伤，刺客是一位做宫女装扮的男子。没错，绝代佳人并不是什么女子，而是一个长相极出色、雌雄莫辨的男子。而且不仅他长得好，身段也是极佳，扮作女装根本看不出一丝异常。绝代佳人刺伤了皇上后，立刻被宫中侍卫发现围捕，但绝代佳人身手矫健，很快就突出重围逃出了皇宫。侍卫自是不会放弃，一路跟在绝代佳人身后追到了楚家。没错，绝代佳人伤了皇上后逃到了楚家，和状元红一样窜入了楚府。回了，侍卫一路追了过来，见人冲到楚府，大手一挥就让人围了楚家。消息传到萧九安这里时，他半点不意外。哼，这才圆满了。萧九安此刻正在与一位老者下棋，听到手下的汇报后头都没抬，只是将手中的白子落下。老者神色一怔，握在手中的棋子半天也没有落下，怔怔地看着棋盘。你早就猜到了。你不也猜到了吗？萧九安把玩着手中的棋子，一脸平静。要不是有皇上撑腰，麒麟两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子？在我心中总还存着一丝期待。期待皇上不会对他们出手，期待皇上还信任他们。毕竟皇上初登基时，他们三家没少给皇上撑腰，甚至现在也是向着皇上的。你们当初表现得越强，皇上心中越记得。皇上初登基，少不了会有些不稳。楚、叶、穆三家强势地将所有反对的声音压了下去，一路为皇上铲平了道路。虽说事后楚、叶、穆三家并没有因此而骄狂，可看到他们权势的皇上却仍旧不安。当今圣上少年得志，年纪轻轻就登上了皇位，又有忠臣相助，早早的就大权在握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容许有人权力大到可以左右朝堂，甚至压在他头上对他指手画脚，哪怕是为他好也不行。在这一点上，萧九安十分能明白皇上，因为他也是一样，他不会容许任何人质疑他的决定，更不会容许任何人压在他头上以为他好为由阻挠他的命令。他是一个独裁者，习惯把权力握在手上，在这方面他和皇上是一样的，只是皇上夺权的手段太稚嫩也太阴狠了。他萧九安当初在危难中上位，燕北军中的老将也不服他，可他选择正面与之对上，凭实力将权力拿下，而不是用阴谋诡计。他坦然地告诉那些老将，他不能接受手下的人违背他的命令，不能接受老将倚老卖老不听从他的命令，更不能接受手下的人三心二意，要忠于他就必须完全地忠于他，谁要阳奉阴违，他绝不轻饶。当然，光是言语上的敲打是没有用的，
他之后又用实际行动让那些老将看到了他的实力和决心。经过一番血腥的变革后，那些仗着资历对他指手画脚的老将再也不敢在他的面前蹦跶，不是让位，就是乖乖把权力交出来，以免声名扫地，晚节不保，后代子孙也跟着遭殃。老者听罢叹息了一声，哎，皇上要是直接说要我们三个老家伙交权，我们三个都会交出来。他们当初是怎么成为上将军的，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。从坐上上将军这个位置的那一刻起，他们就在担心，担心有一天皇上的剑会指向他们，所以他们一直忠心为君，半点差池也不敢出，可最后仍旧落得一个被君王忌惮的下场。你们手上握着的是兵权，皇上不敢开那个口，甚至连试探都不敢。且你们这些年就真的没有暗中培养势力以图自保？武将不比文官，对文官皇上可以慢慢试探，可对武将皇上不敢，他怕一试探就引得武将反感，进而谋反。尤其是三位上将军，他们手中的兵权足可以动摇整个天启。且上将军这个位置有多危险，凡是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，萧九安不信他们暗中没有动作。老者一怔，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问道，你当初收权不就是直接开口吗？很明显，不管是楚家还是穆家、叶家，他们都留了后手，他们也是不相信皇上的，彼此互不信任，如何和平交权？不一样，我身后还有天启，我手下的人要是反了，天启还有兵力可以镇压，但你们要反了，就没有人能镇压你们了。而且他与皇上的性格也完全不同，他敢做的事皇上绝对不敢做，因为他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，自信能压得住那群老将，但皇上没有。所以我们与皇上无法共存。老者手中的黑子落下，整个人十分颓废，像是一瞬间失了精气神一样。能，你们现在把兵权全部交给皇上，并把暗处的势力也交出来，如此你们就能共存了。可惜无论是楚家、叶家还是穆家，都不会舍得把兵权交出来，也不能交出来，就算交了皇上也不信。三位上将军在天启经营多年，军中遍布门生，他们爽快地把兵权交了，那些依附他们的人怎么办？皇上不信他们，难道就会信他的门生？就算他们把兵权交了出来，自己的门生依旧在军中挂着要职，皇上会相信他们真的是交了兵权吗？为什么上将军一职一换就是全族皆灭呢？理由很简单，因为不是全族皆灭，皇上不安心。交了兵权能保证我手下那些人的安危吗？他们以后怎么办？皇上已经对他们起了杀心，没了兵权他们拿什么自保？至于暗处的势力，他们是绝对不能交出来的，一旦皇上知晓他们暗中培植了不小的势力，定不会放过他们。文臣告老还乡，武将卸甲归田，这就是你们的路。而他不选这条路，所以他成了天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就是皇上也不敢轻易惹他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集更精彩哦。